我选择去关注到基底材它有的可能会有的一些温度或者是质地，就好比说像是这次的这几个作品，它上面会说，因为它基底材是木头，所以它的一些木质温度或者是随时间改变，它会产生一些痕迹。那我会把里面的痕迹用先用构图的方式，然后把它图写出来，作为启动一张绘画的这个开关，像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是。然后在它启动了这个开关之后，也会因为我自己在上面的操作会有一些新的痕迹，就好比说像木头底层的痕迹，然后就会越来越导向于这个绘画它指引可以继续怎么做。用这个两层胶带来这个区隔这个工作室工作坊的这个环境的空间，就是改造的空间，把这个光包在空间的一侧，再把光分隔在空间的另外一侧，然后透过这个风的摆动，它就会制造出一些这种潮汐的声音。但这得益于两层胶带它在它物质的特性，它被风吹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清爽。然后这跟这个绘画的层数，因为那件作品的构思其实一开始也是跟绘画层数有关，都影响到这些绘画创作的作品，就是觉得说这个我们既然可以看到这张画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图层，那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图层拿到这个立体装置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物理上的整个身体。穿透这个图层的这个过程。